哇，两队是各不相让，你看这个帅哥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先不要一头扎进去啊！救生衣只是他们的一个形式，直接就喷入到水里。哇，这鸭子跟这个帅哥较上劲儿了，来吧，来吧！哇，这个帅哥太强了！哇，怀里抱着。这是哪位大哥的鞋都飞了？哎呦，他们真的是全部的人都进入了。他是扯着鸭子的腿还是翅膀啊？哇，我们那边的大姐就更厉害了，与鸭共舞。是，这是丢盔弃甲呀，鞋都飞了。鞋都飞了，哎呀，这个帅哥，我看啊，这个帅哥是抢先冲到了岸上。还有一只，哎，刚刚没有见到，哎，抓紧时间，要不要把它夹？好，我们平扶阵的。哎，我们看到这个，哎，还有一只，哎。看来这位大哥是准备收了这只漏网之鱼，不过还是要注意时间为好。看这位大哥的身手，抓着鸭子未免也太轻松了。哎，小心！看到这个比赛就开始喽，这个是分别是南屏乡和教安乡的两队的较量。你看，哇，这不连那个门口都挤不进去啊，太夸张了。看这选手，这个是，哇，这位帅哥太强了，教安乡的这位红色衣服的这位帅哥，哎呀，抢在一起，我的天哪！南屏乡，哎，这个帅哥，这位大哥，哎，这边又顺手捞起了一只，这个叫什么掌啊？天哪，这什么武功？是抓，一把就抓住了。哇，他们这么快就清理战场了？没有了。已经被他们抓光了！我的天哪，太狠了，太迅猛了！现在是看看两队谁的战绩更厉害呀？我们看看红队的有一位女选手，然后我看她提了三四只鸭子。哎，蓝队好像也不弱哦。不过我估计啊，这一次的这个较量应该是红队的这个教安乡可能是略占上风哦。哎，他们怎么没有把那只鞋子捞上来嘞？好，完成比赛了。水上抓鸭竞赛总算是结束了啊！对。